你去开门，我小会看见。哦，玉仙，已经是半暝啊，是安怎？你这个时阵来的？因为就是半暝啊，无人会看到，也嘛无人会知影。惊人看到，惊人知影。你是我未婚妻呢？敢讲来酒家，惊人知影？ 因为我是来退婚的，这并不是一件真光彩的代志啊！玉文，想不到你真正做会出来。洪文，我是真心诚意来跟你参详的啊！参详？参详什么？参详叫我写出退婚誓书？玉文。 无自私，就会天诛地灭。哦，连酒家甲王府，相差是太远了。什么王？是连王，你会娶我？什么？连王要娶你？好，请你听我讲，也我也要嫁你。 孙可请总订婚，日日手我的是过三顿，头前敬天，上半分啊。也我了嫁你，阎王府，奴才甘被小姐夫，逍遥自在是多久了啊？ 小姐，我请你搁较三思一下。也无你是，我是洪门的表小妹。哦，想袂到到安怎，搁有这个表小妹，生作啥尔啊水啊哈？杨小姐，你唔知会使听我讲几句话无？洪门，你唔免搁再讲。杨小姐。 人目睭着爱看，毋通看见。洪文有满腹的才华，总有一天一定是会高中。等伊高中，迄我着已经老啊啦，我才无爱等。也如果你若讲欣赏伊有才华，你煞袂晓加心。杜仙，安怎？你，我讲毋着是。小姐，即句话是你讲，你毋通后悔。
你既然善事相信，当然，只要伊若肯从，我一定会记。你，红梅，你免来用遐尼讲，把恁大叔变当作气话，这毋是气话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红梅，我认为我无必要笑这个吧。你替我死，也见小慧，伊这个根本都无值得人留了。 表妹，我有先要不要你白提这张的退婚书来，借3000两银票。我知你即马真需要，凤文，你着提去。提去啊！嗯？哎呀，伊的故事，你根本都要提这钱，为什么你？ 我连还搁再拖落去，我不能使你搁再为我受苦。表妹，你绝对袂用提这款卖某的钱，你袂用你提。林小姐，三年日子我已经过了真惯性，钱是无人嫌多。这钱，你提到你做你的嫁妆。 你实在真戆，你叫我这款来善事先，钱你又搁无爱，后摆若做去吃无，你就唔通怪人哦。戆的人是你，你甘愿做人的偏帮，你讲安怎样啊？嚣摆，大话你也做袂得，只不过人一个切利益，哪我有可能是做状元夫人？ 正正当当，受朝廷的奉上，你只不过是人的小儿利益，以后你就唔通怪别人。你，好，关于玉仙，嘛即摆你看，看你欠卡的查某，后摆到底是夫人，也是欠家国。哼，玉仙，你。 多少心事，多少爱。
将今以后应何来？禀皇上，娘娘已经到位。恭请娘娘落驾。皇姐，落车。皇姐，你紧落车。皇姐。好啦好啦，阿姊莫讲就是啊。阿姊，你看遐黄狗呢，我要食。你那人遐妖怪。哈，我唔管，我唔管啦。姊。好啦好啦，阿姊免互你食就是啊。好。来，坐好，叫来。
你看你唔读书，早偷偷出去佚佗，阿爹咧生气啊！我要安怎？紧去阿爹回唔着啊！紧去啊！那爹，我知我唔着啊，考出去耍，我阿爸爱认真读书。阿爹无伫咧生气，阿爹即马伫咧烦恼。阿爹，你是咧烦恼什么？燕儿，阿爹讲予你听也好，免得以后发生变故，会使恁莫名其妙糊里糊涂。阿爹，到底是甚么代志？不久以前。阿爹有写表彰赵明皇上，指责前年江彬因这奸党，唔知皇上有接受无？为何至今拢总无下文？前年带了同西两枪的金义伟，恶俗作剧，输得天怨人怨。阿爹，你敢解决因的罪行？我相信皇上会主持公道。皇兄，皇兄，你来啉到醉到安尼嘞？皇姐，你来的是皇姐，啉到想你啊，皇姐。皇兄，你看较详细，是温江。为着一个女人，逐天就安尼醉生梦死，连江山你都无爱。你看，表情严皮，你安尼敢有像一个皇帝？我不是皇帝。如果我若不是皇帝，皇帝也袂死。皇帝。
叩见皇上。真娘，你来得真拄好，来，你把这个纸箱拢摕摕去给杨相国，叫伊代替丁佩外。皇上，为啥要你家己买批阅奏章呢？丁心情无好，丁醉啊！哦，我的头壳足疼的，我要睏，啊，丁要睏啊！敢参朝不妥当，你世间大久的险险啊，你真该死！你该死啊！哈！哦，嗯，皇上，为公皮素立功，胡言乱造，真该死。对啊，丁讨也做皇帝，这大家拢该死。遵旨。李强，你在大该死。大人。